花牛，你什么什么在跑？完全看不懂。你好，我来自台湾。你录取啊？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参加 ARM contest， 做出帮助聋哑人士的手套。根据统计，全球约有7000万位听障者，而华人有高达2000万位。而在台湾，截至2018年，听觉机能障碍者总数约占12万人。然而，对于聋哑人士，手语是其唯一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途径。但目前聋哑人士中，使用手语者为极少数，主要还是透过读唇语的方式来沟通。其主要原因是普通人会手语的比例实在太少。即使聋哑人士使用手语，也无法与其沟通。此现象造成他们工作应征上的不便。资料显示，约有60%的聋哑人士在当临时工，每天在恶劣的环境工作，缺乏基础的健康保障，如果受伤了，更可能因此失去工作能力。经由上述的观察，我们想借由这样的手套，将大多数人看不懂的手语及时翻译成中文，就像这样。我很好，谢谢。对，没错，我相信如果这样的产品推广到社会上的话，聋哑人士他们从日常生活中乃至于到工作面试上等等不同的沟通情况下，都能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会因为他们的天生的残疾，让他们遭受到差别待遇。好，现在这就是我们的系统概观，是从年底开始。其实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啊，我们并不很简单，只需要一个九轴的感测器，还有 STM32F469。造成是还有影响，但是软体部分就很简单。第一部分为了要让电台变得比较干净，需要有捕捉器。再来就是我们用机器辨识的方法来看出我们手指是在动，来完成断字。再来就是用数字语音系统中的 Dynamic 探花屏 DTW 来比较我们的动作，每一段动作跟资料库的相似度最高，来完成预测。总体来说，就是我们用软硬结合跟用